美国未跳崖，企业先散水啊！财政悬崖杀埋身啦，未理佢跳定唔跳，唔少企业基金齐齐抽水走喎、啊。无他嘅，高处不胜寒嘛。昨日港股跌咗超过500点噶啦，唔少强势板块嚟个大整固、啊，一啲今年有强劲升幅嘅股份，啲股东一早已经减持啊。就好似今年升咗近一倍嘅银河娱乐，喺礼拜三俾分佬折让6%，配售2亿5千万股，套现成68亿啊！股价边有运行啊？寻日跌4.4%。另外内房嘅60%，今年都升超过2倍噶啦。前日都被股东折让最多8%配股，股价跌2.8%。基金减持嚟讲，永远都系睇控制风险嘅，即系你拎得太过多嘅话咧。都會係觸發到佢哋係要譬如可能減低個自己嘅風險，減持都好正常啦。不過你半個月有成20间公司不約而同披露配股、供股同發債，抽水差唔多700亿，急急腳散貨，大市睇嚟唔少暗湧喎。